李队呢？队长，李队和陈凯刚才出去了，干什么去了？这不说好跟我去局里边呢吗？孙队，啊，这是我们刚刚查到的，潘美华的丈夫王红华，原名赵红华。提审。 二四七六，叫什么名字？赵红强。犯的什么罪？偷盗机动车，故意伤人，拘捕袭警。刑期多长？判处有期徒刑17年。 认识我吗？问你话呢。知道我们是干什么来了吗？这些日子没吃苏打饼干吗？你有个儿子正上小学吧？ 我们知道你很喜欢他，也很爱他。可你知道吗？在你进来这短短的2个月时间里，赵红强在外边干了多少坏事吗？有好几个和你儿子一样大的孩子，一夜之间失去了父亲。 自从查出你患了癌症，省监狱的领导亲自出面，到省里给你请最好的专家会诊，制定治疗方案，用最好的药。你知道吗？给你一天花的医疗费用多少钱？3000呀！这是一般家庭承受得了的吗？你好好想想吧，赵红强救得了你吗？ 今年7月，我到医院去体检身体，医生说我得了癌症，最多也就能活1年的时间。我没有钱，我没办法去治病，我就给赵红强写了一封信，我跟他说，念在我们兄弟的情分上。 出去以后，帮我照顾照顾孩子。那你为什么不到监狱探视他？我和赵红强虽然是亲兄弟，可我从小就过继给我一个远房亲戚。接着说。 后来没过几天。
有一个叫刀疤的找到我，他说他是赵红强的朋友，是赵红强让他来找我的。他说你现在这样了，也没什么活头了，不如成全监狱里的赵红强，并答应。 要给我的孩子20万，我想，我现在这样，跟死了有什么区别？我就答应了他。你们是怎么交换的？刀疤说，赵慕强在监狱里装疾病，然后就。 我先把案子的最新进展情况和大家说一下。1116枪案现在有了重大突破，我们可以认定赵红强就是1116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另外一名主犯。1116枪案以后的一连串案件，也都是他和吴大勇干的。赵红强在监狱吞食利器。 利用外出救狱的机会，和他的孪生兄弟赵红华玩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游戏。这个赵红强曾经在部队服过役，熟悉格斗、射击、驾驶等各项技术，是一个极其狡猾和凶残的家伙。同志们连续奋战了4-50天了，啊，大家辛苦了。 现在呢，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确定，那么我们离曙光就不远了，啊。这些天里啊，大家的压力大，我知道，可我的压力也不小。现在呢，我们就用老队长一句话，就是得咬着牙坚持，啊。民一，下边你具体部署一下吧。嗯。 老队长，你和刘震再去一趟赵红强服刑的监狱，看看能不能在其他的犯人当中摸到一些线索。林亮和安慧，你们两个仔仔细细的捋一遍赵红强的社会关系，从他的出身开始捋，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个地方，不能有遗漏。 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李瑞，你不想说点什么？哦，
现在有些想法还不成熟，等成熟了肯定汇报。好。九，你是不是说过想报复这志远？是。好，那我们就合作一次。合作？对。许氏集团现在他当家，公司的钱就是他的钱。既然他当年能吞，那现在我们也能抢。既能够报复陈志远，我们又能得到实惠。这样行吗？怎么？你难道不想报复他？我想，我想报复他。可是，这是犯法的事情。杀人的事儿我不会让你做的。我只想知道，许氏集团内部的现金提款时间。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三五十万对我没有吸引力，要做我就做大的。大的？对，至少是几百万。你放心，哥不会亏待你的。可是，可是什么？现在各单位都加强了押运现金的防卫措施，我担心。哎呀，这不是你关心的事儿。我只想知道，许氏集团近期有没有大额现金的提取进出？啊，春节快到了，按说，按惯例会给员工发年终奖金的。大概应该有多少？大概有五六百万吧。什么时间提款？这个我还不清楚，但是应该就这几天了。好，你密切注意提款时间，有情况随时通知我。还有，从今天起，我们不能再见面了。1116案案发的当天，出完现场后，我就觉得犯罪嫌疑人里面一定有一名偷车的高手，手段极像以前16犯罪团伙的一名成员。赵洪强这个人几次在我头脑里出现，可我无法说服自己。咱们都知道，那时候他正在监狱里服刑。是啊，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你几次给我提起16犯罪团伙的旧案，我还劝你别老翻旧账。哎呀，可是这些事情谁又能想到呢？是。现在一切都可以解释了。嗯，赵洪强逃狱后，先把执行人刀疤杀了，然后又找到16以前的手下吴大勇，二人联手做下了116案，以及以后的一系列案子。我们得出去活动活动去了。活动？潘同志，行了，走吧。李队，赵洪强在第二监狱服刑期间的探监记录我们查过了。查的情况怎么样？一共有三个人探过监，其中一个宋海明，就是外号叫刀疤的那个，一共探视过五次，其中有三次集中在今年的90两个月里边，我估计和赵洪强的越狱有关系。另外两个徐璐和胡小欧均为女性，在赵洪强服刑的最初两年里分别探视过两次和三次。李队，这个叫许璐的每次来探监都被赵洪强拒绝了。这个许璐和胡小欧是什么人？身份查清了吗？这个我们已经查过了。可是李队，你又要头疼了。为什么？许璐，许氏集团董事长许广石的独生女儿。胡小欧，许氏集团的员工，现在是陈志远的秘书。
马上向孙队汇报。另外把许都胡小楼监视起来。明白。董事长到这儿来，有什么指示啊？叫我董事长，是不是有点不太习惯呢？嗯，习惯也是要慢慢培养的嘛。好，说得好啊。聪明人跟愚蠢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聪明人的适应能力比较强。我想，陈董事长到这儿来，该不是为了谈这些吧？我找你来，肯定是有事儿要跟你谈。我问你，我问你要的东西，你什么时候给我？在你的手里可捂不出金蛋。我要是就不给你呢，你能怎么样？有句话你没有听说过？忍耐是有限度。那我问你的事情，你也没给我一个答案呢。我是真不明白，你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打听以前的事情呢？难道你不明白，什么事情不清楚，不最省心吗？那陈董事长为什么非要那些账本呢？可以省省心啊！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在其位就得谋其政。我现在的位置决定了我要了解集团的一切。你好好想想吧。那些票据和账目，你什么时候给我？好好想想。孙队，孙队，孙队，队长，都回来了。回来了，看你们情绪怎么不高啊？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溜溜的跟了一天，什么异常的情况也没有。小刚，你那儿呢？今天跟他们一样，一天都挺正常，没发现什么。那么这两个女人今天都干什么去了？都去了什么地方？哎呦！这地儿可去多了，都是什么商场啊、美容院呀、啊，反正都是女人转悠的地方。我看大家的情绪不高啊，这才跟了几天啊，哪能这么快就有结果呢？去年618入室杀人案，我们跟了三个多月才有结果，没忘记吧？都打起精神了。不管怎么说，这个许璐和胡小欧是我们目前掌握的仅有的两个曾经和赵红强有过接触的女性，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一定要给我盯死了，知道吗？孙队，道理我们都懂，可时间不等人啊，如果和上回那样跟了几个月才收线，哼，这两个家伙说不定又会干出什么事儿了。就是孙队，
你说这两个女的，如果去了什么女性会馆啊、女性会所这样的地方，你说我们跟也不方便。没错，我可以去啊，是不是孙队？我跟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千万别泄气。回头我跟李队再研究研究吧。这都一个星期了，这个许璐和胡小欧也没有什么异常行为，也没有赵红强的影子。这个赵红强会躲到哪儿去呢？李队，你说如果赵红强不跟这两个女人联系，这条线索会不会死了？你是不是向局里请示一下，咱们和许璐、胡小欧直接接触一下？这样是不是有些冒险？会不会惊动了赵红强呢？是，我也担心这个。可116案呢，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赵红强和吴大勇到底躲在什么地方，想干什么，咱们都不知道。这种平静挺可怕的。与其这么干等着，还不如直接和他们接触一下，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再忍忍，再坚持两天，如果他们还没有动静，那么就向局里请示，咱们就直接碰碰这两个女人。就咱这辆破车带时间长了，可别让人怀疑了。哪那么多废话，盯着吧。这许氏公司进进出出这么多人，盯紧点啊，别大意。你说咱们天天这么盯着，是个办法吗？可咱现在不是没办法，你有办法。我没有。许璐和胡小欧探视赵红强的时间都集中在他服刑的最初两年，以后就再没有去过，也许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联系了。那么这个赵红强和这两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让陈凯他们查去了。晶晶，你看，正说你呢，你就来了。孙队、李队，怎么样？情况怎么样？据许氏集团已经退休的老职工们讲啊，这个许璐啊，就是许广石的女儿，几年前曾经和赵红强谈过恋爱。为了这件事情，许广石非常恼火。过了没多久，这个许璐就和陈志远结婚了。这其中的内幕啊，他们也不太清楚。哎，胡小欧那条线有什么线索？目前只知道胡小欧和许璐是好朋友。你刚才说，这个许璐曾经和赵红强谈过恋爱。对啊。许璐和胡小欧又是好朋友，那么这个胡小欧和赵红强又是什么关系呢？你这么瞎猜，还不如直接和他们接触一下。嗯，行，我马上向局里请示一下。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我叫刘震，这是我们李队。你好。你好。找你来就是了解一些情况。
找我了解一些情况。什么情况？您认识赵红强吗？认识。赵红强服刑期间，你去探视过他，你们什么关系？我们只不过是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而已。红强大哥，要我给小璐姐带话吗？我妈妈去世了，临终前，妈妈说爸爸的死有点蹊跷。蹊跷？妈妈说爸爸出事那段时候，心神不宁，脾气特别暴躁，有时候经常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她在电话里边还听见爸爸和徐广石吵过架。你爸爸的死，我真的不知道。啊，你要是真想了解真相的话，你可以找一个叫肖六的人。赵红强最近有没有找过你？有。他是什么时候在哪儿找的你？怎么，他出什么事儿了吗？啊，没什么事。你告诉我们，他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你见的面？大概是一个月以前，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然后在路上我们俩碰见了，然后我们去了一家茶楼。他跟你说什么？没什么，我们只是叙叙旧而已。聊天啊，谈一下工作上的一些情况。他说他在里面立功了，然后提前释放了。他是怎么和你联系的？每次都是他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来找我。他用什么方式和你联系？每次都是用手机吗？是，但是每一次好像电话号码都不一样。你们还有别的联系方式吗？没有。那你觉得他会不会再和你联系？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你知道他住哪儿吗？不知道。如果赵红强再跟你联系，或者再约你见面，你必须在第一时间马上通知我们。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赵红强不是提前放出来的，他在骗你。赵红强是逃狱出来的。逃狱？对。最近分城接连发生几起抢劫杀人案，你知道吗？我听说了。这几起抢劫杀人案都是赵红强干的，所以咱们今天谈话内容
一定要保密，不能和任何人讲，特别是赵红强。否则的话，你也会有生命危险。好，你先喝点咖啡。你什么时候到许氏集团工作呢？我爸爸去世以后，许爸爸就把我带进许氏集团了。你爸爸是谁呀？叫什么名字？我爸爸叫胡大安。胡大安是你父亲啊？怎么，你们认识我爸爸吗？啊，不认识。我们只是觉得你爸爸出的那个车祸存在很多疑点，不太合乎常理。我妈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新的发现吗？现在还没有。你有什么情况告诉我们呢？我爸爸去世之前曾经告诉我妈妈，他说他感觉好像要出什么事儿，说如果出事儿的话，可能跟许氏集团有关系。这些话都是我妈妈临终之前告诉我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对这件事情抱有很大的怀疑。我知道你们父女感情很深，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希望你能积极和警方配合。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如果以后有什么情况，或者以后需要我们帮助的，给我们打电话。你好，许小姐。你好。你们好。我们找你来是想了解点情况。什么情况？你们说吧。是这样的，据我们了解，你在赵红强服刑期间曾看过他，对吗？是啊。有什么问题吗？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这样，就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想说太多。如果两位仅仅是问这个问题的话，那对不起，我想先走了。对不起，许小姐，你还不能走。你必须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最近还有联系吗？我想说的是，我跟赵红强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曾经是我的恋人，没错。但是我现在已经是陈志远夫人了，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对于我来说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表述，你们明白了没有？也就是说，你和他没有见过，是吧？请回答。对，没见过。好吧。如果赵红强和你联系，或者你有他的任何消息，请你告诉我们。孙队，目前了解的情况就这些。婷婷，回来了，坐吧。情况怎么样？
赵洪强几次找过胡小猫？胡小猫讲，赵洪强跟他说，他在监狱里立功了，提前放回。这个赵洪强真是胆大妄为啊！这小子也太猖狂了。哎，这下好了，咱们可以顺着胡小欧的线索查呀。你以为赵洪强傻呀？这胡小欧根本找不着他。这赵洪强都是他躲在暗处，冷不丁冒出来一下，然后又不见了。我看这条线索一定要盯死。是。赵洪强找胡小欧的目的是什么呢？哦，据胡小欧讲，他们就是一般聊聊，没什么实质内容。我觉得赵洪强不会为闲聊叙旧冒这么大风险找胡小欧的。嗯，他肯定有别的目的。我觉得应该是为别的什么事儿。哎，我觉得今天他还是有点紧张。对，今天是咱们和他第一次接触，时间很仓促，也许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被胡小欧漏掉了。陈凯，你和安慧还要和胡小欧多接触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让赵洪强察觉到。明白。陈凯，徐璐那边怎么样？许璐说他没有见过赵洪强，可是我觉得他好像没说实话呀。他心事重重，顾虑也挺多的。我看啊，可以向局里汇报一下，上手段。李队，你觉得呢？我看可以。1116犯罪嫌疑人已经确定，就差抓人了。你在这儿瞎琢磨什么呢？我在想，赵洪强为什么要有你？按照一般的逻辑来讲，那就是畏惧改造呗。这不是他性格。赵洪强不是那种人，肯定有其他原因。从我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赵洪强犯了几次案之后，没有离开分厂。这不是一般犯罪分子的行为，他肯定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完，所以才没离开分厂。那到底是什么事呢？是啊，我也在琢磨这事儿。他到底想干什么呀？